一次，民国76年，好像二十岁吧，19还是二十？好奇啊，有安乐他命，也有海洛因，就是从当兵的前半年呐、就开始吸，然后当退伍以后就每天的啦，就是日夜颠倒啦，啊，暗时拢唔困啦。弄去抓抓蛇啊！前后17年，我伫这间公司做的时候，我要过你吃，就是把拢把薪水全部都拿去买。冬天的时候啊，我拢有去海边抓的鳗苗啊，也是全部所赚的钱都是去买毒啊。众生啊，心地无明啊，黑暗啦、需要有灯明照，所以佛陀的教法，百千万的光明啊，安尼呢？来照耀的咱人生的方向，咱看见道理啦，明白自己呢，捌有经过的错误，过去的过去，累积无量无量的业力。所以应该忏悔过去的罪愆，家己烦恼，讲生到这个唔正经，家己怨叹，这是大人拢无烦恼，我袂得无多。伊就是食毒品，我倒去，我起来带车底搁食。看伊安尼有真正咧上火，也是去落毒。以前的生活就是透早起来，就是想要食毒尔啦。量会越来越多，毒瘾会越来越大。有阵时煮会麻呢。我自己就意识到，袂使过安尼过啊。咱若一生来过安尼过了去啊。不要就是自己去安尼鼓励啊，去陪伴，还有全家去送货。我爸爸轮流的啦，爸爸一天，师姐一天，跟你到下班。对。最后一次戒的时候是我要跟他要离婚，一直一直的给你机会，你如果再不改过的话，那真的只好离婚。我说到时候，我说女儿跟你的话，你女儿都会卖掉。后来他就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给我一次机会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最后的一次机会，你如果再让我知道的话，那绝对是已经没有机会了。”我现在啊，你我真无。满意的人生，不满意的人生，不知安怎，有了定明啦，予咱回头看，看过去，分分明，历历在目，这，好，原来咱的过去。是走过这样的路过来，往前走，清楚、光明、安全的路要过去。我们环保站的师兄跟师姐，他们的鼓励啊，还有听上人的话，只要有那个决心，都无什么改变起来。对啦，
就是师姐讲一句啦，伊讲你独了得嫁的婚是算啥？我要改起来，对吗？第一次就是师姐带我来啊，我嘛是抱着讲啊，不然只是用好玩的心情来看看啦，对吧？啊，唔知讲一做就很热爱啊呢，就是感觉说，跟那人付出爱心，跟就是很欢喜呀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常常来啊。只爱咱卖相片，惊钓的方向都呆了，路边顶明，咱会当往这条路行，好咱呢会当平平安安行过这条生活之道，所以呢，大家人。爱真用心啊！